好，各位买好，我是抖买买，这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我用了将近一年的 Mac Pro 这款电脑，以及我最近不是618嘛，我又给它买了一张显卡，对它进行了一些显卡升级，还有我长期使用起来是一些经验，包括对比于 M1 的笔记本啊，甚至以后的 M1X 这样的芯片，这些电脑该怎么选，都是一些我的个人心得啊。那首先呢，聊这些心得的前提是大家要知道我的日常使用环境，我对于图形的要求基本上就是压缩视频，所以你要清楚这一个前提，这个前提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不打游戏，我唯一玩的游戏也是梦幻西游。梦幻西游其实对于显卡的 CPU 开销基本上就可以说没有，所以如果我要打游戏的时候，我会选择在主机上打游戏。你看我有一台 PS5 对吧，我最近还在玩重制版的最终幻想7，所以我聊到这些呢，都是基于我自己特定需求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使用体验。你非要去跟我抬杠说什么苹果不能玩游戏，苹果都是垃圾，我觉得当我们聊一个东西好不好用的时候，首先就要去聊它的场景，抛开它的场景去说它好不好用，这个事儿就是耍流氓，是吧？所以我就不再去弹幕中也好，再去评论中也好，去回复你关于麦克不能打游戏这样的一些评论了，好吧？为啥买 Mac Pro 呢？其实去年已经说过了，就这台电脑它的性能是你能买到的所有的 Mac 系列里头最强大的，并且呢，我觉得其实价格很合理啊，因为苹果做的东西都不是通用的。你看它做出了这种 Boss 器的这样的一个机箱，对吧？外观十分好看，而且散热特别好。这台机器用到今天为止，我在压视频，哪怕处理器每一个核心的负载都满了，你依然听不到风扇在转动，这就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对于办公静音的要求其实很高，就是没啥特别的，就是我想安静，就哪怕你在非常高功率去干活，你一定要安静，这一点我觉得苹果做到了。然后呢，至于像这个 Boss 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它好不好看，这个见仁见智。有人说这样式设计就不进灰了啊，那我要跟大家稍微反驳一下。你看我用了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从来没有清过灰。昨天我打开来换显卡的时候，我看到它每一片扇叶的角落都有灰尘，这一点跟任何 Windows 笔记本没有区别，并且整个主板上那片黑黑的主板上也沉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了。可能说这个灰尘会好一点吧，那也取决于你脑摆在哪啊。但是该进灰的话还是会进灰的，毕竟它前面进风后面吹风嘛，是不是？你风总会带着灰尘过去的，所以进灰这个事儿是一定的。只是说它优良的设计以及超大的进气量让这个风扇的转速并不高，让你不吵，即使它进灰了你也不吵，你也不需要去清灰，我觉得这是它设计上的一些优势。然后呢，最近不是因为618嘛，我就买了一张显卡啊。这个显卡呢，我买的是 Vega 2。有人说为什么不买6900XT？ 没有啊， 6900XT 都是你自己去买一张显卡，然后你自己插进去的。之前我也做过，就是我曾经拿两张 Vega 2的显卡直接插到了那个 Mac Pro 里面，然后呢，用起来当然呢性能也很强了，可能是有官方那个 Vega 2 60%-70% 的性能吧。我记得当时是做了一个跑分的，对吧？但是，一旦你使用第三方的显卡之后，你就没法休眠了，你只能那个其实是关闭屏幕，你知道吗？对于机器来讲，我觉得这主要是费电，就是一个处理器如果不能进入深度休眠状态的话，就其实是很费电的。那个处理器有一个叫我记不清了，大概有个 C4，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这个电脑的功耗非常低，可能只有一两瓦啊。对，但是你用第三方显卡就不能休眠了。就是一休眠的时候那个风扇就狂转，那个噪音呜就跟推土机一样，但是你用苹果自己官方的显卡就没问题。然后这张显卡呢，官方定价是21000块钱，然后618有一些折扣，折扣完之后我到手也才10000多块钱啊，其实非常便宜，所以你去看京东上所有跟 Mac Pro 相关的配件已经全部都卖完了啊。对啊，然后你说这10000多块钱贵不贵，我想说非常的便宜。为啥？因为最近也不是最近了，这好长时间了，由于这个币价的上涨导致显卡稀缺，一张 Vega 2都能卖到12000块钱了，是不是？然后苹果官方的这么一张 Vega 2也才卖10000多块钱，在京东打折之后，那可以说是非常便宜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什么用苹果都不受挖矿影响啊，我觉得第一点，本身他自己的显卡做成那样，你也没法通用的去挖矿，效率不高，所以不会有人拿它去挖矿。其次就是本身产品有溢价，你想 Vega 2当年最便宜的时候也就3000多块钱一块了，对吧？苹果当时卖21000，现在大家都涨到10000多块钱了，然后苹果通过折扣的方式卖到10000多，哎，所以两个反而价格也平了。那因此呢，我就去买了一张，买回来之后，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张 Vega 2了。巨大的一个箱体占到了4个卡槽的位置，上面提供了3个雷电3接口，外加一个 HDMI 接口，所以我觉得接口方面也齐全了。相比于我原来机器里面装的那张 RX580 啊，不管是厚度上还是重量上都要重了不少，并且整体的包装呢，从你拿出来开始就是苹果那一如既往的优雅的风格。
其次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M1。你看，我也买了一台 M1 的 MacBook Pro， 我觉得在 M1 的笔记本上压 H.265 的视频，绝对是要比这台Mac Pro 的速度要快的。哪怕那台 M1 的笔记本才10000多块钱，这一台像我现在升级完毕之后，光主机的价格就已经6-7万块钱了吧？对。这个就是传说中所谓架构上的优势啊。 M1 的支持的视频指令集对于视频压缩能力要远超过这个 X86 X64 平台的 CPU 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这种架构上的优势其实真的是吊打级的，就像我们说电动车比燃油车优秀在哪，有人同学说都说自动驾驶，为什么自动驾驶都跟电动车玩而不跟燃油车玩？因为电动车电驱动，所有车都是电控的，可以在毫秒级，可能是10毫秒甚至几十毫秒之内把整个操作给它调整完。而燃油车它是一个那个电驱动之外，额外还有一些机械东西要动，比如说发动机的喷油角度啊，那个进节气门的开合程度啊，发那个变速箱的档位啊，所有东西的调节可能你需要数百毫秒甚至用1秒来计算才能完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电控系统早就已经响应完了，还要等着机械系统来响应完毕。所以你能看到当前所有主流车企在做自动驾驶方案的时候都是基于纯电车来完成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纯电相对于燃油这种整个性质上这种代次上的吊打是让你没法去追赶的。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次不是有一些留言说 M1X 处理器也要发布了吗？说最多可以提供多少个 GPU 来着啊，32核 GPU， 然后功耗最大可以有40瓦。你看 M1 芯片都这么强了吗？那 M1X 一定强。那今年6月份的 WWDC 没有发布，那10月份的时候一定会发布的啊。那如果 Mac Pro 的产品线更新了，那我自己就去换这个 M1X 版本的 Mac Pro 吧。那在此之前，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买那个基于 M1 的 iMac， 因为 M1 的 iMac 你看它做的是个彩壳嘛，苹果已经非常明确了，所有 Pro 版本都是咱们这种铝壳的这种样式设计，那彩色的一定都是一个流行线啊，所以我还是期待 M1X 版本的 Mac Pro 来升级。所以在此之前我把这个机器更新了一下，这样它就尽可能的可以让我用的时间更长一点嘛。那有人说你更喜欢在笔记本上剪视频还是更喜欢在 Mac Pro 上剪视频？那我当然是 Mac Pro 上剪视频，因为第一它安静，对吧？那而且它不烫，就是笔记本 M1 虽然它那个风扇没有那么吵，但是你摸上去它是热的，这一点我觉得让你不舒服。并且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的话，你有一台 Mac Pro， 你再有一台 XDR 显示器，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惬意轻松。哪怕你剪的视频不好，你就会觉得这个视频做的不好纯粹是我技术问题，而不是我设备没到位。这种对于你心里的满足感啊，是我们做视频的时候这种乐趣感是可能你拿一台笔记本很难去体会到的。当然笔记本有它的优势啊，比如说你出门旅游的时候，对吧，随手就带着，功耗又很低，续航也很长，唤醒时间也很短，这些都是它的优势。但只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还没有完全交替完的时代，我觉得这些产品还有意义，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显卡升级。并且最近处理器也便宜了，像那个 3175X 处理器就是32核64线程的那个处理器，去年我看还18000呢，今年我看那一些拆机的处理器只卖7000多块钱了。所以这么便宜的处理器，改天有兴趣的时候我再去买个处理器回来把它再升级一下，这样就算这台 Mac Pro 的我认为在我手里的一个终极形态了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算是体验类的吧，毕竟好像你们身边用 Mac Pro 剪视频或者说真正把苹果全家桶完全当生产力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我就基于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给大家来聊一聊啊。然后苹果的产品呢当然都是有丰富的溢价，这是它利润的来源，然后他通过生态链把大家牢牢的绑定，我觉得这是他做产品的厉害之处，这也是苹果为什么市值可以到20000亿美金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没啥，那个不用去什么讨伐苹果，我觉得任何一个产品它存在都有它理由，任何一个产品它存在并且有那么多高消费人群愿意为之付费啊，这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个产品这家公司的优秀啊。单纯的去辱骂他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不对，谁买是智商税，那只能显得自己很狭隘，好吧。好了，这个视频等外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说订阅等外买，卖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